冷咖啡离开了杯垫，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。听铃声往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终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是，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太会紧张的人，不太会紧张。你说把爱渐渐放下怀，走更远，又何必去改变你走过的时间？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，想象你在身边，在完全失去之前。谢谢。